民国建立初期，湘西地方军阀割据一方，顽固承袭清朝屯防制度，导致地方少数民族矛盾日趋激化。以百龙部落头人石尚为首，暗中联合筹谋隔屯起义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亲家还没来，想必一定在路上被雨耽搁了。对啊，头人，更何况今天是阿娜的5岁生日，估计一会儿就到了。他们在打你的南儿铁。那南儿铁怎么能变成弯刀呢？每年一次，再打13次就成弯刀了。那和阿爸这把一样吗？阿爸的这把是头人之刀，只要有这把刀，百龙部落981寨都得听你的号令。小子，快点长大，等你长大以后，他就是你的了。那我也和阿爸一样是头人了吗？嗯，我是头人，我是头人喽。好厉害呀你啊，一下就把阿爸给打败了。阿爸，阿爸，
将军。再将。咱们再来一盘，再来一盘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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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胡南兄，再来一盘。我一来就葫芦上棋了。啊，宋状元，毁棋啊！哟，原来是司令毁棋啊！这真是让我意想不到啊！来，给专员看座。宋专员找我何事啊？宋某受中央委派，来湘西任专员之职，以后还要请司令多多关照了。哪里哪里，我冉天明不过是一介武夫，今后。还请宋专员在省里替我多多美言呢。我来到湘西之前呢，和大人说，像司令这样的人才埋没在湘西一隅，甚是可惜啊。因此他有意让司令上省里任职，乃湖南省高参之志。谢谢何专员的美意啊，只是现在湘西局势很不稳定，是非盘踞于湘西北，伺机而动。湘西少数民族各部落对屯政不满，也暗流涌动。我如离开，这湘西必乱呐。是啊是啊，天明兄为我湘西的建设呕心沥血20余年呐，这一旦离开，这还真有些不便之处啊。哎，你们看看啊，这聊着聊着又说上公事了。二爷，财神爷来了。二爷，干不干？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这小商小贩挣的是辛苦钱，让他们走。我牵牛来到那小河边呐，看见人家我把头点呐，狗心来家把衙门看呐，一副眼儿。二爷，这回好像是屯务军啊，咱们干还是不干？屯务军？现在老百姓都穷得吃不上饭，就他妈这帮当官的吃得香。今天爷就要结这硬茬。
其他人给我走出来！是，去。亮叔，人呢？小姐的马车往那边跑了，快追呀！留下两个人照顾亮叔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。停住啊！忍着点，扒拉啊！轻点！把剑给我。你们说，这死野人到底什么来的？估计是附近的猎物。娘的！敢在老虎嘴里抢肉吃，找死呢他！这样啊，你跟四弟在这歇着，等大炮回来，也不能就这么折了本钱啊！我料他们也跑不了多远，肯定还在老林子里。等爷见了他，非活剥了他不可。走。这俩孩子也该回来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沈副官，到，派几个弟兄到半道接他们。是。哎，司令，少爷回来了。哎，哎呦，回来了。
怎么回事？表叔受伤了，怎么回事？快快！皇家人呢？皇下被土匪给劫了。是什么？被土匪劫了？这是谁？雪峰山龙大炮，就是这小子干的。做了他。等等，田明兄，田明兄，田明兄，如果杀了此人的话，下人必遭报复啊，不能杀。爹，把这小子交给我，我要用他换回皇下。刘元忠，在，调一个营，开赴雪峰山。是，一营，全体集合，跟我走。黄伯伯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皇下带回来。好。完了。三爷还没回来，带四弟处理一下伤口，把他带进秧子屋关起来。走。一群当兵的把三当家的押到校门口了。什么？赶紧把皇下放出，不然本少爷今天就灭了你的雪峰山。听好了，爷这儿没你那姓黄的丫头，要找上别地儿找去。顺便告诉你一句，去晚了可能就成了别人的媳妇了。跟我走。是冉少爷呀，冉少爷，我雪峰山与你们屯武军从来就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今天不知什么事儿把你给得罪了。
秦当家的，你身边这个丫头还有这小子，今天截了本少爷的道，还抢了我的人，本少爷今天就是来要人的。你抓了他的人吗？没抓。竟给老子捅娄子，还不把他带出来。是。好啊，这么大的事儿你也敢瞒着我，胆子是越来越大，竟敢惹冉家。大当家，人没了。什么？两个守卫被打倒，不知道被谁救走了。救走了？大当家，你看，冉少爷，我问过了，我们山上没有你要找的人呐，看来咱们是误会了。我看你还是到别处去找找吧。秦当家的意思我听明白了。这么说，这场仗是免不了了。炮兵，预备！等等，冉少爷，我可以让你带几个人进来，但不能带家伙了。不知冉少爷有没有这个胆量啊？好啊，我答应了。开门。这是草药。自己涂吧，我出去。哎。啊。国里有吃的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道歉呢。报告，没找到。报告，没找到。都仔细搜过了吗？仔细搜过了。冉少爷，我没有骗你吧？等等。冉少爷，你忘了什么吧？姓冉的，赶紧把爷的人给放了，否则你出不了雪峰山。上。冉少爷，这搜你也搜了，你答应我的事，不会反悔了吧？看来我冉志高今天要是不放人的话，是难出这雪峰山了。大当家的，那我只能麻烦您送我一送。好说，老夫我亲自送你出寨。快走。少爷，你什么时候藏了个小榴弹呢？就you
走，赶紧走，走，兄弟们，找我们是什么事儿？兄弟们，昨天救走黄家丫头的，就是那个打伤咱兄弟的死野人。大炮已经被屯务军抓走了，咱们必须得救他。你们跟着爷，爬遍所有的山，抽干所有的河，一定要找到那死野人跟那黄家丫头。真好，像你吗？像。哎，我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我吗？嗯，我叫石峰。石峰。我叫黄夏，黄色的黄，夏天的夏。我们现在就是朋友了，握个手吧。不是这只，那只。握紧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朋友见面的时候握个手，代表友好的意思。你好。你好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你昨晚是不是做梦了？还是噩梦？是啊，我梦见好多好多东西，我还梦见我从悬崖上掉了下来，特别可怕，特别真实。哎，你有没有问过你的家人呢？你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啊？我爹。那你娘呢？我爹跟我说，娘已经死了。师父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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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来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兄弟们，这就是咱们抓的丫头的地方，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，下马找找。好嘞，啊，走。谁让你开枪的？不知道要抓活的吗？再说打死老魏怎么办？你们土匪好不禁打呀！啊！枪，走，走！黄夏，没事了，下来吧。我不敢，我害怕。不用害怕，我接着你。来。
走吧，我带你去见我爹去。爹，这么多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我娘是不是真的死了？风儿十八年了，我也该把我知道的真相告诉你了。你是白龙部落的人。我是白龙部落的人。孩子，你不是我的亲儿子，你的亲爹叫石善宝，是白龙部落前任的头人。从铁匠铺的凶杀案场来看，凶手非常凶狠。以你爹石善宝的身手，三五个人是进不了他的身的。由此看来，凶手绝非等闲之辈。我们发现你的时候，你晕倒在河边，身受重伤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四处打探你娘的下落，可是没有任何结果，想来也是凶多吉少了。您知道我的仇人是谁吗？嗯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客官，您的菜啊。哎，客官，您是住店还是打尖儿？掌柜的，要两间房。有，小二。哎，来了，招呼客人上楼。好嘞，这边请。来来来，老板，哎，住店，好吃好好招呼着啊。几位军爷里面请。哎，带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竟在灯火阑珊处。老婆，我正打算上你们家提亲呢，咱就碰着了。要不咱就这儿办事儿吧，走吧。哎，少爷，你放开！哎呦，防不上防，防不上防，绑了，绑了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你抱谁呢？你抱啊！